高雄市政府为了要减少这超商的粪扫量，对这个月初开始试办专用粪扫袋的政策，对前金区24间超商开始，希望使用这专用的粪扫袋啊，会当减少这超商的废气排。时间一到，听到粪扫车声音，大家拢在粪扫要出来等，看到有两袋白色粪扫袋啊，才无同款。这是高雄市环保局这个月试办超商专用粪扫袋啊措施。现代人因为求便利，常常会伫超商食物件，不过民众食煞，粪扫拢会凊彩打，分类不确实。超商店员若无过分类，所有粪扫拢会全部带去粪扫车。做分类这样，对。大部分的话，我就看到 Seven 啊，什么全家有，就是漏出来的那种垃圾桶都会，基本上是没有分类的。会，但是我很少在超商买。环保局即马筹办对象是前金区四大超商，拢做24间，因为这超商大部分拢是徛家，也是工作场所周围，目前提供75公升甲120公升粪扫袋啊，让超商使用，卖户到店家，请民众做伙做好粪扫分类。环保局表示，推行动专用的粪扫袋啊，会当评估未来敢有确实做到粪扫的减量。针对前金区四大超商24间门市列为示范对象，并加强辅导，透过小区域少数对象示范使用专用垃圾袋，评估执行垃圾减量成效，作为将来扩大超商推动前的参考。根据环境部的资料，为1909年到去年，不管是一般粪扫，也是资源的粪扫，但年拢有增加。这摆超商专用的粪扫袋啊，试办会持续半年，效果若是好，将粪扫减量就会推行到高雄市其他地区超商。记者张宜辉、柯昭荣高雄报道。